晨光西回，大地仍旧沉浸着一片静谧。空军松山基地的停机坪上排列着各式的新型专机，全体空地勤人员正精神抖擞，蓄势待发，准备展开一天忙碌的任务。以安全、舒适、便捷为服务宗旨的空军专机队成立于民国35年，当时配备有 C-46、C-47、中美、美菱、自强及天雄。在民国47年823炮战期间，专机队官兵不畏艰难险阻及装备不足，全力支援前线作战，深入金门地区多达90路将次，对稳定军心与前线后勤支援的巩固发挥极大的鼓舞力量。由于任务需要，专机队自民国76年起全面换装，向美国购得 B-7-19 运动型飞机12架，用来接替 C-47 任务。80年再添新意，向荷兰购买福克50型人员运输机3架，以因应中短程及中运量运输需要。另外，去年6月又向美国波音公司购买的737-800型行政专机，也在今年2月返抵国门，并在最近举行成军典礼，加入空军专机队的服务行列。行政专机成军典礼是由空军副总司令刘桂立中将代表总司令陈兆敏上将主持。典礼中，刘副总司令启勉专机队员们要秉持优良军风，善用先进的装备，并秉持精湛优异的驾驶技术，使行政专机能发挥最佳的功效。这架编号3拐洞1的波音737-800型行政专机属于中程高效能飞机，机身全长40公尺，翼展达34公尺，最大速限为0.82马赫，发动机推力为24000磅，载客量为116人，航程可达2900里。成军后，这架专机将担任政府首长、中央民代及外国元首贵宾参访之用。成军就是表示我们所有的人员都完成了所有的战备训练，所以也就是我们可以很安全、很圆满的来达成我们上级所交付的各项的任务。我们以后也会持续加强本身的修护专业及对新进人员的新进课程，所以我想以后我们在修为方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非常高兴能为我们国家的元首然后担任这空服的工作，那我们每个同仁们都非常的敬业，那为我们的服务人员然后做到最专业的服务。由于专机队任务特殊，与其他战斗部队或运输部队截然不同，因此飞行员的遴选极为严格。凡应选至专机队服务的飞行员必须具备丰富的飞行经验且品德优良，组员在进队后的生活与技能辅导更是精实。譬如说，飞行组员在执行每一次飞行任务之前都要仔细做好航行计划，了解相关资讯、飞机的操作数据与天气资料，务必圆满达成既舒适又安全的飞行任务。至于没有轮派到飞行任务的飞行组员，他们都能够自我要求，随时充实本职学能，并利用上课的时候相互研讨纪令及实际上所遭遇到的问题，寻求正确的解决方法，扎扎实实做好每次的飞行训练。飞行安全是专机队首重的要务，因为担负运送军政首长的任务，
更需确保100%的安全以及首长航程的舒适平稳。这不仅牵涉到飞行的专业技能，地勤人员的基建维修也是重要关键。所谓空战出英雄，地勤一半功，因此上至地勤总班长，下至每位士官兵，莫不兢兢业业，以超乎寻常的耐心、毅力与工作热诚投入工作，让专机队的每架飞机随时保持在最佳状态，以迎接各项任务的来临。专机队的地勤人员早晨天色未亮就得起床备妥飞机待命出勤，晚上则需要等到飞机收班后再加班检修，以预备第二天的飞行任务。他们的工作往往要到深夜，有时还必须全天候待命执行预备组的各项工作。他们付出的辛劳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但是他们知道飞行安全是没有折扣可言，尤其肩负重要任务的专机队更是要做到零缺点的地步。飞机上的各项零件非常精密，自然需要时常保养检修，但是机身的清洁也是专机队日常不容轻忽的工作。因为台湾是属海岛型潮湿闷热的气候，为防止空气中的灰尘盐分锈蚀机身，地勤人员每15天必须清洗一次。看似简单的工作，实际上却非常繁琐。从飞机的三角窗贴牛皮纸、装轮罩、搭地线等前置工作，然后再涂刷飞机专用的清洁剂，最后才把具有防腐防锈作用的抑制剂混合清水后用强力水龙头冲洗，使整架飞机焕然一新。空军专机队在全体官兵共同的努力下，现已呈现出崭新的气象。每架光鲜亮丽的飞机犹如生命活力的散发，随时展翼翱翔执行任务，更象征着专机队经过岁月淬炼后的日益坚强茁壮。尤其在最新型的波音737-800行政专机加入专机队服勤后，更是如虎添翼，而全体队员也会传承光荣的薪火，不断精益求精，永远走在时代的尖端，提供更安全舒适的飞行服务。